我俩被赶出来了。道明街说要找辛德勒单挑，为啥？他觉得我帮了左山，不太开心。这么大人了，还这么幼稚，就这还哥哥呢，一点哥哥的样子都没有。左山，你还好吗？还好吧。左山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大家？我以为都改变了的。这么多衣服，原剧到这里该爆改了吧？我好像发烧了。看来我终于可以改变剧情走向了。其实我不是左山，就是我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故事里的人，我就只是睡了一觉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睁眼就到了这里。后面的你们就都知道了。烧傻了吧？